垂死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垂死。全军出击！怎么的？打个武器大师这么烦人呢？不能换点别的英雄吗？你老玩的剑圣，老有武器大师。这牛头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啊，这大牛什么意思呢？这大牛办了呀？那谁知道他？那得办石头人。怎么的呢？先打你个骸骨。现在唰唰唰，一换一，还行吧。好烦呐、啊！他要不是武器大师，我直接把他杀了。我就怕两个英雄：一武器大师，二石头人。他一提前释放了，对，就是武器这玩意儿，你不知道他提不提前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走位，我没了，这把可不是很理想，我们的对线稍微出了点问题，稍微出现了一个比较扛他我们的英雄。还好啊，队友比较顺风啊，那队友比较顺风，中路开送了。啊！这什么意思？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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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武器大师来了，他把武器在那断兵线呢。啊！那刘哥跑上路来了，吵架了。这叫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叫歌姬呀、啊！歌姬跟那牛头吵架了。我们不要上啊！我们上就上当了，不上。哎呀！你干啥呢？你往塔里头跳！点烟什么意思啊？刷刷，血有点少啊。好，可以上。他有鞋呀、啊，我没鞋。刷刷刷，致命点烟。
武器大师心态崩了，武器大师现在见我们面啊就要干我们，知道吧？啊，小心点。漂亮，挖掘给你。回家了。本来你炸了，结果牛头来了。我倒没有说炸吧，我只能说是就跟他对换，咱们怎么能叫炸了呢？这还行吧。出去把他牛给他举报了，这咋不好好玩呢？没有人是无罪的。刘哥是粉丝儿呀，你滚呐、啊！你别跟我说那是我们粉丝儿，那可不是啊，我不认识他啊。是什么粉丝儿？粉丝儿才不干这事儿呢。别老整一个吵架的送人头的，就说是俺们粉丝儿。再见。骂人了，我们没骂人啊，滚算是骂人吗？走呗，念咒，死了吧应该。滚还算骂人？滚我觉得不应该算骂人，滚可能就是 go out。 看看德克萨斯木印差多少钱？差50。先不跟他打。他挺吓人呐。他这玩意儿有意义，可挺恶心呐。没砍死那一刀，我念咒应该再念一会儿好了，念咒还是念的时间不够长，再念一会儿。但也不行，念一会儿他万一他那啥了呢，他那个 W 好了呢，或者是他被动好了，他给我们敲死了也不行，也不行。刘哥来了，刘哥多杀他几次然后把他举报了。打眼儿，
我跟你们说，玩游戏啊，这玩的英雄联盟怎么地也别挂机，不是别挂机，怎么地也别送人头，你知道吗？你挂机其实你都行，你说你要是送人头，人家给你举报了，你是不是被封号了？难受不？谁的传送啊？个鸡吧！又是你，武器大师！我对不起还不行吗？来一刀，我感觉我也应该去中路拿个五杀了，该我们了。打武器吧，你得右一点，你得能扛得住他那个 E 放完以后，我们能不被他秒就可以跟他砍。反正就那个 E 技能比较漂亮，关键还带控的那。谢谢我刘哥，谢谢我刘哥，来给四爷，喷塔 Q。压了，没五杀盘不得劲，你不用不得劲，这把就算了，下把再来一把不就完了，不过无所谓了。杀阿拉杀他了，嘿，我操，失败了，跑得有点快，没接着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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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咋又骂人了呢，回家为什么不杀老刘，我被魅惑了，我没法杀他，你没有看见我被那歌姬大完，我就整个人就直接就往他身上穿了吗，你没发现我就要整的往他身上穿，
去杀刘哥吧，100块。